啊，4500万，4500万，我感受一下4500万。我们设备总产值将近2亿。能感觉到这里非常热呀。这是目前来讲，全国能有那么齐全的设备的话，首家。高铁去南京的朝阳，已经到南京了。今天的行程是先到南京，下午去合肥，明天去马鞍山。这个都可以跟吗？坐高铁去合肥。山啊，对呀、啊，山啊、哦，看不出来啊。你看，不是一直向上，不都是爬坡吗？对的呀。大家好，我是小布BRI，今天来到这个安徽新飞龙材料有限公司，然后呢，胡经理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Hello， 这是胡经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的，然后我们飞龙的一些产品线，在这边呢，基本上是艺术景观，艺术景观现在应用的场景然后比较多，古街、古巷，旅游景区，然后包括现在的很多的文化场馆，这个。像这一款的，它是一个防尘酿的，然后这个艺术景点，目前然后是应用场地在合肥的，然后那个滨湖城叫卓越城这条路，总共有三条路，基本上都是用这种然后进行摆面，这样的你在它的辅道上基本上就能够美化。这一块呢，然后是老旧小区改造，也就是无锡的，在无锡的然后去年的64个老旧小区改造里面，基本上然后使用的这种复合的，然后这种景点，老旧小区改造，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是属性。这两款基本上都是寒山的一个开发区，然后开发区的五条路对面，然后用这种艺术景点，目前然后在这边的话，详细的介绍两款，这两款它是艺术加发光景点，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的夜光会呈现出来，基本上东西能够达到一个弱光吧，基本上它的轮廓，包括然后它的然后这个照射面，可能跟我们的路灯弱一点，基本上能达到这个要求。这种呢，然后就是仿铜工艺的，然后在我们公司呢有两种这种仿铜，第一个东西用化学药水然后解决仿铜，第二个东西然后就是用铜直接然后镶嵌在井盖的上面。这样呢解决了然后仿铜工艺，根据每个地方然后这个使用的场景不一样，然后解决。针对于然后艺术景点呢，我们目前的话是三种生产工艺。第一种生产工艺呢就是像这种是涂鸦式的然后这种生产工艺。第二种呢然后生产工艺呢，然后就是像这种 3D 打印的，我们基本上叫喷涂。喷涂。对，喷涂。这里面的是飞天对吧？对，这个是寒山的一个特色。相对来讲，东西它这是麋鹿，这是寒山的一个麋鹿，是吧？这个东西体现的会更好一些。
好，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然后这个仿铜工艺，这种呢，然后就是我们的发光啊，这种发光工艺。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的话。排水沟，然后系列排水沟系列现在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就是这种沟的话，然后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海绵城市里面用的，然后这种道路上然后显现出来，而不是用在然后地下管网的时候都会用这种排水沟。什么是海绵城市啊？海绵城市就是什么？现在海绵城市就是国家对于现在的内涝，用海绵城市然后解决了内涝一部分的水的滞留问题，把水进行了一种过滤，就说白了，通过海绵城市的一些配套设施，可以把雨水通过海绵设施过了之后，一个是存留，第二东西，然后存留过了之后，想随时然后给它取用的话，可以给它抽出来浇花啊等等一系列的然后问题，这样东西也延缓了，然后在暴雨的情况下，水及时然后流到管网里面去，这样东西就会形成，在暴雨的情况下，水是什么，有截流的。可能讲大雨的时候，东西海绵城市承担了几千方的水，或者是几万方的水，这种水过了之后，等雨水管网水已经流完的时候，它的水然后再往管网里流，这样东西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内涝的一些问题。现在在昆山也好，或者在一些江浙安徽，大部分的现在的城市都在做海绵城市的然后改造，这样东西就解决了海绵城市现在的然后这种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我们这种排水沟基本上呢，还有一个这种大的排水沟，然后就解决农田。现在有很多的高标准农田呢，它的枝干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排水沟啊，排水沟。这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是复合材料的。这就是复合材料。对，复合树脂的。上面呢，然后盖满呢，可以用几种材质。第一个就是复合材料的，复合材料的相对承载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但是它的特性呢就是防腐、耐酸、耐碱，这种呢，这看起来跟金属确实不一样，这个有点像金属。这个是金属的，是琼珀铸铁的。琼珀铸铁东西它相对来讲就要承载就要高一点，比如像我们在广场啊，或者在一些然后这种主干道或者是辅道上面，它需要过车的话，我们基本上会用球铁，基本上会用球铁然后来解决。这种呢，然后就是水表箱，在我们城市里面。特别是中国现在的老旧小区改造，或者是一户一表改造，它的水表箱用的会比较多。因为农村它不可能把所有的然后给它整在一起，现在就是一户一表，然后就放在一个户一个。这能打开吗？能打开。这就是我们的水表，然后放在这中间，然后抄表的时候，然后就这个盖子是随时可以打开的。这样，这个我们在北方南方用的比较多，这个能够放在地下能解决什么防冻的问题？防冻啊？对，这个复合材料它保温的。这还保温？对，你放在地底下它保温的。这最低能扛到多少度啊？这个扛到多少度没实测过，没实测过。但是在用这个复合材料过了之后和用琼珀铸铁的，它这两种不一样。这种东西它在冬天，然后特别上冻的时候爆表很少。爆表，哇，这个也挺重的呀。对，我以为像这种新型材料会没有这个新型材料，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重量，挺重。这种呢就是线性排水沟，在我们线性排水沟的然后这种盖表，这种基本上是用什么不锈钢然后来做的，不锈钢做底下的这个沟的宽度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排水沟的然后那个耳口的宽度是一样的，直接放在然后什么排水沟的然后上面。这个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在这个盖板上面一般会放那个过滤砖，或者是然后地面贴的然后这个防水砖，这个是流水孔，我们这里面东西有侧的，这个东西就叫侧方位的，左侧，这个是中侧，中侧还有右侧的，根据实际的图纸情况或者是客户要求情况可以随时定制。你这是304还是201？这个304、201都可以做。包括316的都可以做，根据甲方它的对材质的然后这种要求，
但是我觉得这产品有个缺点，就是它背后的那个好像不是不锈钢的。这块是。这样会容易生锈。这个。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跟国内的，然后这种要求有关系。看起来像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只起到了一个承载的作用。对的，对的。承载和支撑的作用。大部分东西露在表面的，只是在上面的三缝，这个双缝，这个是露的，这个都是埋在底下的。这一款就是海绵城市的一个标准配套产品，这个叫雨水口，叫环保型雨水口。环保雨水口它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组成就这个，然后这个箱体，就这个菌体，这个菌体，然后是。复合材质，复合树脂的。箱体得有一米高吧？这个箱体是826高。我们现在有三种型号，400、600高的，还有一种东西是450、750，然后826的，还有一个450、750、1026的，这三种款式。下面呢，然后拍到这个呢，这个是叫面源处理器。面源处理器它解决什么？解决雨水过滤的问题。第一个东西上面的提篮，解决雨水什么？解决然后树叶树枝然后收集的问题。下面然后这块东西然后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这里面东西是碳包，对于雨水过来了，特别是小雨，它起到了一个 SS 去除率。通过这个过滤的装置流进下面的，然后这个水 SS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60%以上。什么是 SS？ 就是浮游的浮游生物，然后加上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那个能用多长时间？这个生命的话，基本上2年。2年，因为这个在清理的过程中每2年可能要更换一次。那它这个除了这部分，其他的全是埋地底下的吗？这个全是埋地底下的，全部埋着。因为现在中国的，然后这个井筒不允许钻气的了。不允许钻气的，现在东西都是用一体化的。钻气的，然后危害是什么？它就容易下沉。漏水，因为它时间长了，雨水的冲刷过了之后，它会把雨水往两面然后进行腐蚀，腐蚀过了之后东西然后它进行坍塌。现在东西然后这种东西它的承载力可以达到360千牛，说白了东西相当于国标的D400了，就它这个款抗压耐腐蚀耐酸耐碱，而且东西它不易水。那像这种产品它是不是下沉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个你如果底下做完这种地基的话，就做完然后这种铺层的话，它一般不下沉。不下沉。对，不下沉。因为它为什么不下沉？不下沉的然后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渗水，所以让它不下沉。就我们下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水它会什么？它会下沉，会对两面进行腐蚀。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它这里面直接接的是350的管子，然后直接接触了，就在这块东西它根本就没有水。往外溢的，然后这种存在，所有东西它如果下沉的话，就是整体地面下沉。地面下沉，它会下沉。对，它本身不会下沉。它本身不会下沉。我们很多的在建筑的过程中下沉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管道的雨水，就是这个井雨水的冲刷，特别是大雨的冲刷，它对于周边的然后这种环境啊，就腐蚀太厉害了，所有东西去进行坍塌式的，然后这种倒塌。雨水还会对这个材料造成腐蚀吗？有啊，你管道里面的雨水酸和碱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说的酸雨就是这个意思吗？酸雨然后积累到这里就被它酸雨它只是一个，我们在平常的那个雨水口，特别是在暴雨的时候，它的这种350的管子或者更大的管子，它的水流量是很大的，它的冲击是很大的。对。它冲击很大的东西，原来砖砌的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对，砖砌的里面它有缝隙，对，它有缝隙东西，这种雨速水速一大，它的对两边四周的冲击力它就会很大。这是双开的对吧？对，这两边都是可以的，包括这边左右都是可以进行然后接管的。这个是接排水管的。对，这个都是接排水管的，这个东西然后切割过了之后直接接排水管。这个是什么作用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模具，它的最高的行程只有下面是600的，这个是如果达到那么高度，它就要采用拼接的技术，它不能一次成型。那拼接不会有这样问题吗？就是从这个缝隙里把水漏出来？这个缝隙我们都是打结构胶的，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做过，然后这个雨水的压力测试，嗯，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智能井盖，智能井盖在国内目前，然后从一个上升的然后趋势，大部分的那些城市可能有的作业试点，基本上这些然后1000套、2000套，甚至上万套的都有。而且这里面那些我们基本上可以解决，井盖的然后打开、移位、定位、破损等基础的然后功能。这一款是解决然后水位，就是如果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报警的作用。这一款然后是气体，现在能够检测的气体有甲烷、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这四种气体的然后一个组合体，或者是单一气体的然后这个解决都是可以的。这里面所有的模组芯片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和自主开发的。那个两个小小的是什么？这两个小小的是芯片。这个东西是安在那个背板的，对吧？对，安在然后井盖的然后那个背面了。但是我们知道那种井盖直接接地的嘛，就因为潮湿的地方，还有小虫子、小老鼠，这个那个没问题，潮水的那没问题。然后我们这里面东西基本上防水都达到 IP68 的防水。啊，六八呀？对，达到 IP68 的然后防水级别。所有东西你讲的那些问题，在实际情况下呢？因为你如果不达到 IP68 的话，因为那个井里面它有气体，对的，就是它的潮湿大部分是以气体的形式然后来存在的，它会腐蚀。我们这里面呢会采用一种叫灌浇的工艺。你们是人工灌还是机器灌？机器灌。它会把电池以及板卡全部给它封起来，这样东西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是一样的，这个是属于的。这个是然后普通的，这个也是属于的，属于但这种东西它是通过微波然后来解决的。微波啊？对。这种东西我们叫是解决然后信息普查的，这里面是 FRD。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城市的综合管廊。现在很多的城市下面的综合管廊有，在综合管廊上面它会有这种逃生口。目前的逃生口基本上是一种方形的，也就是1米乘1米的常见的，还有一种圆形的，也是1米乘1米的。这个逃生口解决了什么？解决了然后整个远程的问题，包括然后单机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的开启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东西然后通过这个下面的然后这个柜子然后进行开启。我现在一个启动，然后按开启，它就会然后自动的然后这种开启。关闭它就会关闭，停止它就会停止，然后再按启动，然后再按开启。重点介绍一下的这款的然后产品，主要东西这款产品有井盖子本身，然后第二个呢有这个支撑杆，也就是我们叫液压系统。这个柜子里面呢然后是电控系统，它有这三部分然后进行组成，三部分组成。哦，那你这有版权吗？有。有专利是吧？对，有专利。这个完全是我们自主开发的，特别是远程的这个机联的功能，我们跟很多的然后综合管廊的这种软件的然后合作商都能进行接口的然后对接，进行联跑联试。比较傻的问题，假如说我人站在上面，它最大承重能多少呀？它能起来吗？这个承重是 B25， B25 东西如果是过小型载车的话，大概在25吨到30吨的车的承重上经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假设说啊，比如说它是属于一种逃生类的井盖嘛，那假设有坏人在上面站着或者压着或者一个汽车，那这个能顶起来吗？可以顶起来。可以顶一下，给车顶好了，然后可以起来。对，因为这底下的然后液压棒呢，它的压力的承受范围很高的。哦，嗯，很高的。25吨是吧？对，25吨。你它的那个承重是过车还是就是当？过车。哦，那如果当初垂直迈展上面站着呢？站着25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没有。因为在这种实验场景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实验场景像跟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是比较极端的，可能不会发生。对，因为这种产品它主要用在绿化带里面。绿化带里面？对，就是高速公路也好，或者是行车快车道也好，你在绿化带中间的东西，你会看到这种局面。因为综合管廊呢，它的逃生口不可能放在路中间，对，它基本上都是放在绿化带里面的。哦，那它上面不涉及到覆盖什么东西？不涉及的。那如果没有电了呢？这个东西怎么起来？如果没有电的话，然后在我们这个井盖的然后左侧有应急逃生口，用液压泵直接就可以给它打起来了。哦，那你说的是人在里面，那如果人在外面，假设说这个东西坏掉，在里面和在外面都可以都有应急逃生口。你比方像我们这个液压的，然后这里面是有一个然后这个质感的。在里面的话就通过这个质感然后直接给它液压充起来就可以了。哦，知道了，好像在展会上面有。对，展会上直接充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在这个侧面会有两个然后那个液压喷口，然后把那个就是手动的液压棒往里面一接，螺丝一拧，然后直接给它充起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都有应急的然后这种喷口。看它是从 3D 的然后这种状态的，这个里面东西它里面的然后这个内容可以随时进行更换的，随时进行更换。这是 LED 显示屏吗？这不是，这实际的然后这里面叫光扇，通过光这个扇子它是转的，通过这个光然后把这个字给它呈现出来的。这个上面东西然后是有机玻璃啊，有机玻璃。那它能承重多少呀？油泥玻璃呢，承重然后这个40吨没问题。40吨。对。那它是放在马路边的还是？它基本上是放在马路边。就是像那种广场上面。对，就放它广场上面，马路边基本上认识人会比较多一些。那它这个图案是可以变的，就封好了就不可以变的，还是说之后封好？这种图案是可以变的，但是它要接电，基本上接12伏的，然后电源就能解决了。那如果客户想要定制这东西，是要给你什么样的图片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呀？不，他只要提供素材，我们把素材然后进行美工处理过了之后录入进去就行了，它就会出现这种了。这个跟广告公司几乎是差不多的一个性质。就是你把字输进去过了之后，把这些图片输进去过了，素材输进过了，它自然而然的就变成这种动态的了。对，动态的了。我问一下，这个东西多少钱？这个东西2万多。2万多。2万多。它寿命能多长时间？寿命的话基本上东西应该10年，除非这光栅有问题你会换，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在10年都没有问题。那光栅坏了怎么换呀？把井盖的然后打开，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配件换掉就行了，然后再给它解决密封的问题就行了。那这个质保期有多久啊？我们质保期基本上是1年。1年。对，这有机玻璃的。那它背面也是有机玻璃？背面东西可以是球膜铸铁，也可以不锈钢。那它会不会就是防潮有问题啊？防潮，这里面都是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都是密封好的。哦。跟我们刚才那个智能井盖是一样的，它都是密封好的。这因为我们要防止这个水进来过了之后导致光栅，然后出现问题。它这个最大就是可以做到多大呀？这个最大，最大的我估计大概在1米吧。一米，因为这个大小其实跟光栅的大小有关系，它跟井盖的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看这个光栅好像就是一个圆圆的小筷子。对，我关键你看一下它。哦，它是中间有一个中心，旁边是一个像扇子一样的。对，等会它停下来，你就能看到光栅那里。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它呀。对，这四个上面这个金色的就是它的发光点，发光点，它是通过转的时候等于把这个发光点带出来的，形成一个整体的。那它支持各种颜色的呀？支持，它支持各种颜色。其实东西你讲的大小就跟光栅的大小有关系，底下东西它就是一个钻机，
那还有啊，就比如说可能晚上会很漂亮有光，那白天是不是就不太明显呀、啊？白天就跟我们刚才看的嘛，就看到这状态是那么一样的。哦。这两款就是我们亚运会然后做的，其实亚运会做了还有一款，那一款没拿过来，那款是雨水篦子，雨水篦子它也是发光的，你像这块的然后都是光源，包括这块包括这个人它都是光源。就是凸起的地方都是光源吗？不、这种像这种它就是普通的没有加光源、像这种东西它里面已经打了，已经加了光源，而且外面打了胶，你摸一下、是亮亮的， 你能感觉到。哦，是不一样的。你像这种，它也是打了胶的了，看到了、就是它有了这种发光的涂层在。像这种东西，它就是 3D 打印的，没有涂层在，它比它薄一点，看到了吗？哦，感觉它好像更光滑，像抹了一层油漆一样。对，这种东西它已经灌胶了，灌了，然后这种的酸的东西它显现的东西就会比较好一些，它就是一个发光的一个状态。像这种东西晚上它可能就不发光，就是这是光源。这是光源，这也是光源，这块也是光源，可能这里面它就不是光源了。哦，那这个工艺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工艺东西，首先东西我们是通过 3D 打印、或者通过这种喷涂，然后把这个表面的第一层的涂层给它涂起来，第二层涂层的话就会上我们的然后这种发光材料。那是人工上的还是机器上的？人工上，现在目前然后这个发光材料应该是人工上的。上过了，然后这个发光材料过了之后的东西，在上面会做一层这种防腐、防酸，包括然后防刻的，然后这种油漆，这种是透明的油漆，这样东西就会保护这中间的然后这个涂层。那你的意思就是用石头刮它，它也不会掉？不会有问题。一大东西它就没了。没有痕迹啊？对。因为这里面的东西，我们采用的工艺为什么会在这个底下做通透，就是我们正常道路走的时候，它是这两个就会起到很好的支撑面，就是上面的然后支撑面，它对底下的磨损会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如果这个上面不是支撑面的话，它对这个磨损就会大了。这个里面的东西，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还是黑色的，看到了吧？看到了。这的都是黑色的，这个是金属的本质色。所有东西它在做的时候，东西车压过去或人走过去，基本上东西都是压到那个发光体，对，不会发光压到的发光体。那它这个能看到背面吗？可以，背面就是传统的一样的。哦，背面这是球磨铸铁是吗？对，这是球磨铸铁。背面东西它就是球磨铸铁，它因为这种东西艺术景观基本上都是做在表层的会比较多，就是背面的话它基本上东西。那背后的这个形状是定制的吗？还是不是你们设计出来的？这个是背筋。背筋。对，这个其实东西，这个井盖的承载力就在这个背筋上面，就在这上面，而不是在这个面层。这个面层虽然有承载力，但是它的主要的承载力还是在这块。哦，那它这里加金属了吗？加什么金条啊？不需要，这里面都是一体铸造成型的。哦。一体铸造成型的。那做一个这个东西要多长时间？这个我们在生产线上做得很快，几分钟。几分钟就有。对。这么快啊？啊。它是不是就是铁水，然后浇灌后就做出来了？对。等会我们介绍我们的那个生产工艺给你看看。好的好的。这个和那个背面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3D 打印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把这个涂层，就是这个涂层做好过了之后，其实东西，然后这个 3D 打印机。根据这个做好的面板，然后它会按照这个，然后就是跟打印机一样，一点一点的能给它打出来。那我理解就是也是先压出来一个形，然后磨好以后了，再 3D 打印上面的图案。对，我们首先东西要做毛坯件。毛坯件哦。毛坯件过了之后的东西，然后要给它做一层，然后这个防锈漆。防锈漆。对，做好了防锈漆过了之后的东西开始，然后这种涂层的打印。这样东西才会不导致，然后这个涂层啊，过一段时间因为生锈啊或者其他的问题，然后导致然后这个腐蚀。那涂层打印机，我能理解是它这个凸起的地方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
这个不是，这个凸起的地方都是我们在做然后这个产品面板的时候做毛坯件的时候、哦、就有了，就有了。那 3D 打印只是在这个涂层上然后去覆盖了3到5毫米的然后这个颜色层。哦，它是 3D 打印打的是颜色。对，主要打的是颜色。哦，那如果我再问一个问题，像这种 3D 打印出来的可以和夜光结合吗？可以啊。可以的。可以啊，就是因为夜光的那面东西如果是像这种艺术景盖，它首先东西它是毛坯件、哦、然后这个喷涂层，喷涂层过了之后才是夜光层，夜光层过了之后可能还再上一遍，然后这种漆就是防止刮痕啊等其他的东西，然后来固定这些颜色。哦，嗯，那这种东西是安在那种人行道上？对，基本上是非机动车道。哦，就是作为美观。对，作为美观。这个东西如果放在主干道上是不行的，因为它的主干道的汽车的摩擦力各方面都太大了。哦，那它的背板和那个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哦，这个孔是干嘛的？这个孔是开气孔，开气孔，整个的开气用的。我在想问一下，像我们井盖的开启方式，基本上就是像这种边的。这种开启的话，是我们俗称叫120度打开，它是有个耳朵，做的和盖的一个耳朵，就是类似于像这个。那这种它的开启方式是120度打开的，啊，这个对，因为它最大的程度只能达到120度。还有一种开启的方式是180度打开的，就像我们这种房间样是180度打开的。它的开启井在这个当它翘起来的时候，它开启的时候是直接就翻过来了，因为它底下的铰链方式和这个铰链方式不一样，这个是隐藏在里面的。这里面东西它解决的好处就是后面东西我只换盖子就行了，我如果我盖子坏了我只换盖子就行了，如果我做的坏了只换做的就行了。但是如果是那种开启的方式，它必须一起换，盖子和座子必须一起换。那昨天说的那个就是，叫命名方式吗？就是尺寸、你们是按照外面的还是内面的？我们尺寸基本上是按照内圆的尺寸然后来命名的，就每家的对于产品的命名规则可能不太一样。哦，内面的。嗯，对。我们讲700、1000呢，可能就是这块圆的是700，这个等长是1000，在别人家命名的可能不是这个命名规则。他们有的命名的像这种座子，我们这个叫700、900，可能他别人家东西就叫900。哦。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总宽度是900，上面是700，那别人的命名方式可能不一样。对，那就是你按照内径的时候是把这块是排除在外的，对，它不算，只是按照里面的一圈。对，是按照这个里面的然后来命名。好好好。